在哪？大哥刚刚下班啊，在开车。怎么了？你说要跟 Vivian 分手的事是？我要回去跟我老婆吃饭，我拜托你讲重点好不好？你知道前男友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，Vivian 还气到放火烧他家吗？他该不会知道你住哪吧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